面对最近几年来全球的食安问题连环爆，甚至十月份美国各大超市的生菜沙拉也因为遭受污染而出现大规模回收，消费者怎么样吃得更安心呢？东森特卖会这星期特别推出有机能量米全美独家特惠，也欢迎观众朋友把握机会。各种食品风暴年年有，甚至在美国也不例外。消费者如何吃出健康？现在就有厂商 Gabba Rice 有机能量米推出联手北加州有机农场特别精选十种谷物，并且获得美国 USDA 的有机认证，要方便广大在美华人吃出健康。所有的化学的农药都是不能使用的，包括化学的除草剂啦，包括化学的杀虫剂啦。肥料也不能用化学的，所有的东西你要用非常天然的方式去做，用一些天然的原料去做不一样的认证的方式，去控制这些病虫害。目前它的规范大概是在4米以内，4米以内的话，你不能有其他的污染源产生。特别选用有机荞麦仁、洋芋仁、有机燕麦仁、有机黑麦仁等十种谷物，整体打造出比一般白米还要营养十倍外，加上丰富的天然维生素以及纤维质，能满足脂肪消耗外，还有限时限量优惠，绝对不能少。鼓励您每个月都要固定定期的服用，对您健康才有长足显著的帮助。所以呢，我们给您第二个优惠，就是买12个月只要付11个月钱。换句话说，我们送你一个月。那换句话讲说，原来1860呢，现在也只要1725，那比到原价2000多呢，又省下500多块了。首推健康有机能量米，加赠相应牌日本电饭锅的超强组合。东森特卖会本周精选，含税免运费。观众查询更多讯息，请上东森特卖会官网。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采访报道。